很多交流，强调那个教会跟天主给我们的诫命很好，但是不够。有些人还高洁，因为他们说没有按照天主给我们的诫命。为什么我还高洁？因为我做了违规事。圣托马斯告诉我们，他说为什么我们还高洁呢？因为我们破坏关系，跟天主的关系，跟别人的关系，跟自己的关系。可以说我让我的妈妈难过，所以我有惭愧的心。我有惭愧的心，因为我让天主跟我的兄弟姐妹，包括自己，我让他们难过，所以我犯了罪。不是因为我做了违规事，很大的差别。法律的精神不是法律字面的意义。如果我跟天主没有密切的关系呢，就是我看你的法律而已，我不知道那个精神，没有抓到那个精神。OK， 我没有杀人，但是我一直生气，我一直骂人家，不是一样吗？第一个，我们先建立跟天主密切的关系，后来呢，我可以完全了解他给我的诫命的精神。天主给我们那么多的诫命，边上三个是什么呢？就是福信正义，有正义很有公道的时候，爱好至善，我们建立怜悯的心。因为如果只有正义啊，没有怜悯的心，就真可怕。应该在一起，彼此帮助。所以呢，许信于你的天主王来，弥赛亚先知是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事：福信正义，爱好至善，然后呢，很谦虚，与天主的天主王。所以呢，在今天呢，天主给我们这样的要求，第一个就是我跟天主建立彼此的关系，第二个就是我要学习他给我的诫命的精神。